整理明天去露营的行李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现在在豆腐岩，然后呢，我今天是跟我的大学朋友们一起出来玩，然后请看看我们的 dress code， 我们的主题 dress code 是 IKEA 的宝蓝跟黄色的蓝，但是没有说它宝蓝，我觉得我这样子还蛮 OK 的啊。来看看大家都穿了些啥？换衣服。什么？换衣服？你说什么？换衣服。我觉得我跟大家的还蛮像的啊。Hello， 嗨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看他们特别知道我不会穿宝蓝色，特别带了我的黄色衣服来给我，所以我现在换衣服了。他不会再被骂了。现在我们在佛陀世界，后面就是城堡，后面就是城堡，迪士尼一半的城堡，其实蛮漂亮的，我觉得。只是我们太晚来了，然后它3点就关了，然后我们剩下10分钟，我们刚才40分钟的山路，然后我们再还有10分钟就要下去了。跳一二翻跳，后面跳。请问你对这个城堡还满意吗？下一个，不好说。我们的导航找不到路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山路迷路，然后全部人的手机都没有讯号，也没有网路，
这导航写这样，但我们都找不到路。的。大家都在帮忙打电话。我们的露营场地，噔，旁边都没人露营，全部都是我的朋友们，噔啦，两位偷懒的小姐 ，Angel 的那个频道。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的烤肉区。我们今晚要烤肉，老板帮我们生火，很感人，赞。但我穿短裤不能靠近。可以吗？不要。大家都在准备洗。这首是谢竹珍推荐。我们有我们的自备音响，很齐全哦，设备齐全。对啊，我就把这里整开了。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今晚住的地方，叫做网络上是，我忘记网络上叫什么。我们今晚住的地方在这儿，噔噔，有没有觉得很气派的感觉？而且现在阳光超好的，而且我们住的房子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哦，它叫做，这个房子的名字叫做爱屋，噔噔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住这里了。对，老板说，现在傍晚会有一点蚊子，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就不会有蚊子，而且也不会太冷。哒啦，所以这边就是我们的客厅，客厅很大，然后这有座位可以坐，然后楼下有一个浴室在这边，有一个浴室在这里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浴室，非常的简单。非常简单明了，非常简单的浴室。楼上的房间超酷的，而且超美。趁现在还没有，就是还没有被我们弄乱的时候，先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老板设计的很好，而且他老板说这边本来是一个水塔。那个床被我们弄乱，因为刚刚要拍照。早上的时候起床的时候，就周围就环绕着美景，大美景。对，就这样享受一个群山环绕的感觉。您今天还满意吗？你来喝什么？我喝的饮料。
你喜欢这里吗？那我比较想要像那样睡帐篷。我们获得了一个专业的剥虾师傅，专业哦，他很会剥虾哦，他就是我在系篮里面最喜欢的人，现在也是我最喜欢的人，趁机告白哦。我刚刚还对他唱了给敖，让他知道不管怎样有我在他身后。给敖是。给大家演示如何剥泰国虾。地基，可是它超紧的，你就弹它，就用心弹啊！你弹出去坐在那手上面，它长十，从酒精上面都是九倍，不可能啊！它超紧，可以可以。挑战不可能，你有死。
今天要睡觉了。好晚安。有拍到我吧？有，不要拍到你的脸。结果发现现在不是柿饼的产季，连一个晒场都没有晒，我们只能吃这个柿饼冰，很好吃耶，甜甜的，里面还有真的柿饼的肉，好吃。
walking up and down the floor. My hat is an animal, and once there was an animal, it had a son that mowed the lawn. 我们的再站来到福祥仙人掌，这边都是仙人掌特卖区，还有多肉植物。你买一个仙人掌干，真空包装，真空包装可能舒服吧。真空包装可能舒服。我走了另一条路，我跟我的朋友们分离了，不知道走这边会不会遇到他们。他们不知道走到哪，我找到了。Hello， 我的这植物倒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是我拿的。The dragonfly ran away, but it came back with a story to say.Hello， 我现在来录这支录影的 vlog 的最后，也就是谢谢大家这次特别抽空，然后呢从远从南部上来新竹看我，对，然后希望我们下次可以再一起出去玩，所以希望下次很快就可以再见到大家，然后也谢谢你们就是准备那些 barbecue 的食材，还有准备那些录影的活动，想你们哦，爱你们。